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为了种族繁殖的本能。点击开始吧。哎，有中文哦。好，汉姆，有预先注册啦，哦，直接帮我安装了。今天是8月31日，那应该是8月30日。8月30日就上架这样。好 ，loading 一下下。哎，卡住呢，我们等一下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哦哦，这边有一些奇怪的小生物，然后他要我点这里，征服一下。哇，这个画面好古老啊！选择先锋部队。塔防哦，哎，好像塔防哎，欸，真的呢。哦，猫咪大战争的玩法是不是？为了种族的繁衍啊，那你应该做的事就是赶快去交女朋友、结婚生子啊。人类要灭绝了，反正那个新闻很夸张啊，说如果韩国怎样怎样怎样。在2020年就会灭绝，日本也是，我看台湾也差不多啊，就那个出生率已经很低了嘛。但是我跟大家说是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会没有韩国人或日本人的。进军领地是怎样？进军是继续玩啊，对啊，继续玩。先选择一个战士，就是少子化归少子化，然后他就变少之后，以后还会变多，怎么可能灭绝？等空间释出了，大家有地方可以生活了。现在房价物价那么高，对不对？生小孩根本就生不起，养不起，因为现代人都知道嘛，你生得起也要养得起呀。整个暑假以我们家的小朋友来说吧，我姐带那个小朋友去他们上班的地方上课，就顺便顾小孩嘛。一堂课要500，啊，暑假就多少天了？一天500，一天500，一天500，对不对？要花多少钱呢？因为他不想要把小孩子丢在家里，让他看电视、打电动、玩手机，那就带出去，带去上班的地点，还有那一种类似那种夏令营干嘛的。而且大家别忘了，还有移民这个选项啊。就像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想法啊，少子化了，房价为什么都还不跌？对不对？以后都没有人住了，为什么房价不会跌？因为掌权的人不会让它跌啊。就像日本北海道一样，房子很便宜，那谁去买？中国人跑去买，又有外资来跑来买你们的房地产，继续把房子给炒高。就没那么简单啊。好，首页就长这样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看广告，奖励10个西兰花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没有任何教学，欸，这样的游戏我宁愿去玩猫咪大战争，还比较有趣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有经营建造农场游戏，欸，有农场的部分。我在干嘛？花椰菜金块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我有5个花椰菜，他还帮我收花椰菜，来研究一下。雇佣，我嘞，1000，没钱。
扩展。好，好，620、625，我也没钱。一个收花椰菜，它这边叫西兰花，西兰花，台语食人花，西兰花。农场，然后领地的话，哦，我们的领地目前的状态是有三个部队，这个应该是机器翻译的啦。什么高安？天哪，他为什么翻成生殖器啊？睾丸、器官、囊泡什么东西啊？ OK， 我当然还是没钱，还是没钱，大家看我还是没钱，5000。然后出战部队目前有这个阿龙配，这是人形啊，平将门阿赫摩斯一花椰菜。有韩国字欸，不是韩国游戏吧？因为我看那个 Play 商店上面的那个图片啊，有韩国字的，有韩文的。好，出战部队进化，进化，我按进化了，然后就卡死了，不见了。按进化看广告什么鬼？哦，按到那个广告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跳过一下。好，应该是我按到这边啊，因为它整个画面就不见了，坏掉了。重开一下好了。好，来吧，这游戏介绍也很奇怪。我看它的游戏文字介绍，超级奇怪。玩了一个很奇怪的游戏。每天试玩嘛，试玩的时候玩到一些怪怪的游戏。点一下指挥官，我们现在是一个细胞，扭蛋一下，哎呦喂，扭蛋是我们这个精虫跟卵子啊，拉普拉普确认，所以这是扭蛋的意思哦，消这个 DNA。没有足够支援，好吧？合成，哦，这边有扭蛋跟合成，两个，然后可以合成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些细胞吧，生物吧。这农场怎么也满太快了吧？我一下一下就满了、欸。增加储存量啊，没钱。我们已经玩到第四关了哦。好，这到底是多古老的游戏啊，这个画面，消耗花椰菜是不是？啊，花椰菜要还我们吗？我现在64啊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哦，我先不要乱浪费我的花椰菜好了。咻咻，我会不会死掉？我的血条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哦。使用技能没有啊？没有技能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样我打不过。他死掉了，变成一个墓碑。敌军54321，哦，他13秒会出兵是不是？啊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死了一位了，所以我就比较不好打。啊，这个死掉，哎、欸，死掉可以再复活，原地复活。你看，我剩14个花椰菜啊，啊，我会不会下一关就没花椰菜了？赚到5个花椰菜，真的，哎、欸，真的会没有花椰菜、欸？
所以这个花椰菜可以理解为我的某种资源，要在外面的农场赚。那、啊、如果我没有那个资源，我就不能玩了。你看，我不能招募，他也不告诉我没有了、欸，点了没反应，有个搞笑的啊，这游戏。然后获胜才赚五个花椰菜，太亏了、欸，太亏啦，太亏啦，这大招哦、喔，这是他大招哦、喔，我刚点了他的大招啊。那这个是狙击，这个是他那个斩击。好、啊，所以你就是要点这个花椰菜，搞笑啊！那你就直接升级一下。哎、欸，啊、怎么没反应啊？哦，变死了，变死了。升级一下这个仓库，这样就你就不用一下就满了。哦。然后农夫可以再生产，再雇佣一个，不过没钱了。哇，这游戏玩起来就是很卡，看起来会很卡。哦，我们把音乐稍微调整一下。我这个旧的麦克风插头有个松的，我才一个不小心它就会松脱了，我的麦克风就坏了。我要特别小心点，真是麻烦。好吧，那就玩到这边啦齁，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这么麻烦哦。农场生产花椰菜，有了花椰菜可以招募士兵去战斗，然后也不会回收，用掉就用掉了。然后过关才赚五个花椰菜，而且这个好像也没那么快啊。欸？啊，那刚为什么没有显示？没有告诉我到底我有几个？你看十分之零，还有一些 bug 欸。你看，没有增加，但其实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啊？可能没有吧，产生速度太慢了。然后我应该要编队一下哦，因为我刚好像有抽到一个欸。不知道，我刚不是有抽哦，在这里啊，抽到这个啦，拉普拉普。那因为打勾了，表示有出征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没有教学啊，他自己乱弄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只能先玩到这边来，因为它的东西真的比较少了、啊，没办法让你一直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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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就会卡关了。我刚刚就乱试嘛，发现花椰菜是会消耗的。其实这个到底会不会涨啊？呀，跑出三个来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